然后我们现在把无线图传直接绑到我们的相机上面了、啊。我们现在把我们的无线图传直接绑到我们相机上面了、啊，我们就直接出去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已经把我们的无线图传放到我们相机上面了。那你看，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即时的影像，我们中间是完全没有线，我相机也可以把它拿到超远，然后来拍摄，然后结果这边还有影像可以看到，这就是我们的发送端直接传输到接收端，然后来一个荧幕输出这样子。所以你像是这样子在拍摄的时候，所以你像是这样，所以我现在把它放到相机上面，像是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把它，所以我们现在把我们的发，所以所以我们现在把我们的图传，所以我们现在把我们图传发，所以我们现在把我们的图传发射端放到我们相机上面，那我们就可以去拍摄啊，然后我们这里接收端都可以看到影像。所以我们现在图传放到相机上面，我们就可以。所以我们现在发射，所以我们现在发送端，所以我们现在把发送端放在我们的相机上面，我们就可以来开心的拍摄。所以我们把我们的发送端放到我们相机上面，我们就可以开心来拍摄。然后我们的接收端这边还可以看到影像，这真的超酷，超酷 ！Jesus Christ！